外，有网友在微博晒出坐飞机偶遇何猷君、奚梦瑶的照片，配文：同班次偶遇奚梦瑶，挺美。照片中，何猷君紧盯奚梦瑶，伸着胳膊，好像是想给她整理帽子。两人看起来十分的亲密。六月，两人曾一起去澳门看演唱会被偶遇，看起来也十分幸福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谈恋爱呢？粉丝们纷纷评论道：看起来好甜啊！哇，发糖了，胳膊挺长啊！小何还是蛮会照顾人的。芒果捞新闻，姥姥好期待这样养眼的两人谈恋爱呢。报道。